啊，这款就是我们一台高端的纯气动的机子，它这个是插上气就可以用了，不用插电，等于防爆的。然后这种呢就比较差的，对比一下看一下知道，高端的像，低端的像。我们用的是304不锈钢材料，这里都是304不锈钢的，然后差的都是用201的，然后我们脚踏板是用大品牌的，然后其他的差的就用这种，然后呢我们是用。五条杆，这里五条杆来带动的，它所以它非常稳定。好像这种就比较差的，用这么小小的一条拉动的，它是不准确的，所以经常会出现不准确啊或者没力啊，就是这个原因。然后这种差的就用这种磁感，我们是用这种定位开关，定位开关就是用这大品牌的，所以非常好用的。然后这款呢，它就不用装料斗，不用装料斗，可以灌蜂蜜啊，辣椒酱那些。都直接把进水管放进去，自动吸上来的，不用接料斗都可以。这些就不行，这些必须要接料斗才粘稠一点都要接料斗，所以不好用。然后这些差的就是用拉杆，拉杆就不好。我们这种呢，它还有这种嘴，它是滴漏的，我们用这种就不会滴漏的。这里阀门非常好用，